秋霞，感谢上线给我这个机会分享。我只吃了几包这个 iVision 的感觉。其实我从小眼睛就不那么好，我小的时候呢很爱读书，所以我妈妈常常说，其他的家长会讲，哎呦考试了快点读，我妈妈不是的，我妈妈讲不用读这么多，因为等下眼睛会瞎掉。因为我小的时候眼睛常常都布满红血丝的，然后就持续了好多年都这样。那么再大一些呢，然后我就开始吃蓝藻，我觉得蓝藻的确有帮助到。那么我这两天，那天我拿到爱迪生的时候，我们从 Victory Meeting 回去呢，那个晚上我就吃了两包，然后就睡觉。第二天早上我再吃两包，一觉睡醒哦，我才吃了两包，不久之后我又要睡觉了，又感觉到困了，然后我就去又再躺一个小时。然后对于这个反应其实我不太怕，因为我以前吃 Bifil 的时候我也是这样，就是不知道周末一直要睡觉，那我又再睡了一个小时。到目前呢我是吃了八包，然后在来这个meeting的路上我不敢吃，我怕等下我又要睡觉。不过呢我听了RCC 小梅解释啊，还有师母解释呢，其实这是一个良好的调理反应，就是我吃了之后呢去睡觉呢，其实是让我眼部的 muscle 开始放松，然后我进入睡眠，那么也修复了我的泪腺。所以我睡醒之后我就赶快去看镜子中的自己，哇，我就真的觉得我的眼睛是比较水汪汪的。因为其实我自己的眼睛我很懊恼，我一直在祈祷，哎呀 B1 其实要出保护眼睛的产品哦，包括跟我的朋友 Jancy 我们也是这样想，哎呀如果出一个保护眼睛的就太好了，因为我们真的很需要。那么这个水汪汪是怎么讲，我平时我的眼白呢都是比较偏黄，而且是浑浊的，说难听点就好像那个死了的鱼的那个眼珠的颜色。不过我吃了这个我发现哦，那个眼部就好像有一层水这样，我真的很高兴。因为以前我在学校教学生写作文呢，他们写我的老师他们写我的李老师目光炯炯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。那我希望而且我很有信心啊，通过这个 iVision 呢，我的眼睛不会看得那么疲劳。那我眼睛真的时常给人家感觉就是说你这样累的，所以我很有信心我们再吃个一个月肯定有不同。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先生的见证啊，我那天拿到 iVision 回去的时候呢，之前我还没来开会，我先生回去的时候就告诉我，我的眼皮里面有一粒脓。我想哇，你知道我要拿这个 iVision 回来是吗？然后也要做一个见证吗？然后我回去的时候他已经睡觉了，然后就留言说，哎，你第二天早上记得吃两包。那吃了两包回来的时候我就讲，哎，你那粒脓还有在吗？他讲不在了。我想哇 iVision 这样给啊，他讲没有了，把他挤破了。不过在两个月前我先生也有这样的情况，他挤破过后呢，他的那块肉呢就一直不能够消肿，然后整整一个礼拜那个肉才完全消肿。但是这一次我今天问他，然后我问他你那个肉还有没有这样肿肿的，就没有哦，已经算是正常了。所以我觉得 iVision 的确有帮助到，所以这真是一个很好的产品，所以希望我们也通过这么好的产品分享给更多人。